我嘅團隊咧都會去嚴選，無論係海外啦同埋本地嘅產品咧，佢哋都會譬如睇過好多嘅唔同人嘅 review 啦，或者親身去經歷過嗰、那個譬如工作坊本地嘅，或者甚至係外地一啲嘅景點，都會親身經歷過，先會將佢擺落去我哋嘅平台上面，務求就係種質之餘，同時間又有某一個量可以俾到我哋客人去享受咯。